我不是阿达啦，我是美丽本啦。今天早上这个时间，大热门佛星直接让我脱离我的老子跟小孩。我们接下来就要像安官一样去叫林香起床，好不好？现在时间动六动动，林香起床。OK，Let's go。林香的房间，她的房间就在这里。一起把手，小声一点。What's this？ 你东西倒掉了什么？辟邪用的，辟邪用的。好 ，OK。辟邪。哇！哇！这个 over。我的辟邪好可爱。over。我的老婆小孩不好意思了，我是工作，我是为了工作。现在我呢要把林香叫起床，叫起床的方法就是用仙歌的那个方法。仙歌，叫床好意思。上课，这个是托付咖啡杯。放正，先放正。OK， 老师，三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刚刚那个美丽动动听的声音还没办法让你起床吗？你真的拒绝沟通吗？喂 ，Hello， 拒绝沟通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朋友来，朋友来，朋友来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来把狗过来。哎呦，好，接下来我把他送过去，你们要抓住他。来，一二三，嗨，嗨，小心，等一下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一二三，嗨嗨嗨。快点坐好，压好，快点！邻居看到这一幕会报警吧？哦，哎，哦 ，OK， 很好。请问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录影。等一下，认真录影。没事 ，OK， 这样最好看，没关系，不穿更好看。OK， 就这样，好了，拜拜。好了，事实证明，突袭把人家带走是一个来劲的方式。这个方式推荐来一件，第二现场，来，车子马上要进来了，还在面团里面，哦，这个黑，他还是一个蛹啊！你们好厉害哦，我们家好吓人哦！林香已经抵达现场了，扛进来，扛进来，还拿麦克，扛进来，什么画面啊？好笑，好放脚。好，再放头，终于落地。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哎呀，香妹你好，哇，他是被扔出来的。口罩，哎，看口罩，来，好，哇，检查有没有化妆，没有，没有化妆，这一看就没化妆。哎呦，厉害的，好厉害，我还是觉得很惊讶。你怎么从家里被这样扛出来？你好像蛮 enjoy 这样，就还蛮有趣的。有趣，没有被绑架过。哦，厉害！刚刚美丽私底下好像有一些怎么了？我想说跟照片上面，我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。哪有啊？有比对一下。哎，他笑起来好像又没有。那就是你没笑的关系。笑了就很来劲，青春就是无敌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睡觉一定要把腋下拍到。对，我睡觉不能躺枕头，我一躺枕头就会睡不好，就会觉得很僵，很憋。对，我一定要这样子睡，好看，有点凹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秒入睡，真的。对，只要把手两只举起来。像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就入睡。这个，那你起床的时候手不会抽筋吗？不会，这样超好睡的。你等于你一边睡一边拉筋嘛，伸懒腰。露露，看这种身材你会很气吗？我会替你很气。OK 啊，
可以买你那种内衣吗？他穿我的穿起来会更爆哦，会更好看。准备给他第几位？我觉得第二名是可以的，第二名是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你不会想看艾荣到第二名，然后让他坐下来，林湘坐下来手举，哎呦，然后睡着。哎呦，这个提议很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果然是姐姐。那那只能先坐第一了，先坐第一。好，为了观众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了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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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为了观众啊，小心，小心。哦，你这个提议好，你这个提议是不是？还是挺厉害。那你就啊，先第一名，先坐一下，睡姿展现一下。哇哦，哎呦。